清在 YouTube、YouTube 搜寻三教经典闽南语读经，三教经典闽南语读经，四书五经，四书的论大学中庸伦理孟子，现在念的是中庸。老菩萨班爱想，我想老菩萨班念的是这个心经啊，爱想读经班的有名的叫苦真经、百孝经、道之宗旨、理应大同篇、爱上清净经，最后是诸子自家格言。这个是在网络上的影片播放，现在是晨间运动后的休息时间。